天亮了，今天早上起来除个草。今早我们来个3公里单兵徒手。一路走过辛苦和快乐，转身回首，告别了什么？曾并肩的人和那些闪光的时刻。从不曾远去，我替你记得。好长时间没运动了，今早终于跑了3公里，增加了6步。洗漱一下，在这里用水方便哦。泡水，泡茶。今天早上吃个拌面啊，有2个卤子干啊，这个煎好巴蛋，烧水，来点香油，放点盐，鸡蛋有点散了，来，鸡蛋 OK 了，加水煮面，还是油还是火大，水终于开了，喝茶必须来点生姜。辣椒酱，今天早上吃拌面啊，用红葱凉拌油，看味道怎么样啊？蘸料拌面啊，我也是第一次吃，看味道究竟怎么样啊？快，很香很鲜，但是啊，就缺少辣，加点辣哦。我给它这样综合一下，然后好吧，蛋，这个蜜桃汤也不要浪费哦，放这个里面，再喝一口。还不错，这拌料。今天早上不能喝功夫茶，下午啊我这里要来几个朋友，所以我上午啊抽个时间到市场买点菜。这个不错，这味道确实可以啊，越吃越有味。把碗洗洗，你抓紧时间出去，去市场菜场买菜不好买。锅碗都洗好了，白兰给他搞点饭，喂点水。白兰这个昨晚饭都没吃啊，喝点水啊。8点多了，门帘拉起来就行了啊，出发。这里没有厕所。你上次在那个打篮球的地方又搞了，从这边跑到那边。对，我才在这录音。你就一个人在这个搞哈？对。娘家人你不带他一声的呀？他没时间。我的娘嘞，他真有劲，天天在。我来拍个视频啊。你跟他讲讲粉丝你好。不能，我从来不称我粉丝。他喜欢你的那个嘛？那你就喜欢这个呢，老兵啊，那老兵只有老兵的。儿子呢？我老头子也是当兵的嘛，那今天又在这直播呢，我更加热了，我跟那个几个阿姨正在玩，就是你看，那吃的，羡慕你这个吃的鱼，还有呢，水果，胡萝卜，那你这个怎么烧啊？晚上烧哈，要剥了噻？没有，什么时候剥呢？我就是搞中视频，我不搞直播，买了4斤半的草鱼，片好了啊，晚上烧酸菜鱼，这是火龙果，柚子，这柚子。这个搁在冰箱里面，晚上烧。这个鱼要摆冰箱，水果。这个进去都要拿东西垫着的。
现在马上中午了，中午我就不吃饭了，下午啊烧饭烧早点，大概2点钟就要烧饭。好在这里啊现在没有太阳，哎，上午也跑一上午，休息一会，在我这个太师椅上躺一会。哎，在户外时间过得就是快，躺一下，现在下午2点了，晚上朋友要来吃饭，猪蹄，上午还买了鱼嘛，我们要提前烧，现在5点半天就黑了，焯下水啊。这么一盆猪蹄啊，人少了吃不掉，哎，就是要人多，你看这么多，锅盖都盖不了。这个猪蹄焯好水了，你看这么多浮沫，一定要拿水管上把它冲洗一下，这样才没有毛腥味。这么一大盆猪蹄，我是一个一个的冲洗的，这个清洗也很关键啊。来，起锅烧油，倒入菜籽油，这油稍微多一点。OK， 这油烧的差不多了啊，猪蹄搞进去，啊，慢慢煎，一定要煎好，煎到六面金黄，猪蹄基本上煎好了，六面金黄。再好的调料，没有这一步把猪蹄煎一下，它怎么搞都不好吃。喷入白酒去腥，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生姜、辣椒、八角梅。OK， 刹车了，加入长江水，这个至少1.5个小时。前门啊有太阳了，倒到后门啊，后门坐。营地选的，我太满意了啊，太配我这个太师椅了。倒在后门啊，这边就是通长江的小河，这边都是垂柳，这里非常的阴凉啊，上午这边有点太阳，下午就没有了。哎，我就这样在我的太师椅上啊，这个靠着休息休息啊，欣赏一下河边的垂柳，还要1个多小时啊，我在这里靠一下，望着天上坠落下的垂柳啊，打在我的帐篷上，真的是多么好的一个意境啊。这个猪蹄在你家都能闻到香吧？是的。是什么？这里面我跟你讲，生粉的，我有生粉吗？拿下，我放两个蔬菜。哦，好，一边一个。好，你看这个鱼全部片好了，全部片好了啊，这样片的。嗯，这个有点厚哎，给它厚厚就厚嘛，没洗是吧？没洗。哇，这个猪蹄，整个滨江生态公园都能闻到香啊，太好了。白砂糖来一点，盐来一点，汤汁稍微再收一点就好了啊。对了，那哇塞，这个猪蹄啊，色香味，你看汤粘稠度都非常好啊，看，非常的哇塞啊，就不知道这个锅能不能装下。哎呀，真好。战友们，漂亮不漂亮？小伙子，这个宝锅就交给你了。好，酸菜鱼，看看你们材料啊。这老坛酸菜，小米辣，这个是爆椒，泡椒对，红椒，这边鱼片啊，用生粉给它捏一下。鱼骨头是吧？生姜，好，先要炒下酸菜是吧？对，好，倒入菜籽油，放入生姜、泡椒、老坛酸菜，酸菜炒香，鱼骨倒进去。放入红椒，我加入开水、鸡精，盖上锅盖煮上3分钟，3分钟到了啊，这个时候关火是吧？酸菜鱼得亏我锅多啊。好，水开了，把鱼片烫进去，鱼片啊，搁在水里烫熟，烫好的鱼片直接搁锅里面。鱼啊要3个锅，这个小锅啊倒香油，然后滋啦一声响，放入花椒、干辣椒，可以了，滋啦一声响，啊，漂亮。这个就大功告成了是吧？对，嗯，好。夕阳就要下山了啊，我的营地来了啊，几个好朋友啊，晚上我们在这里聚一下，喝白的喝啤的，喝一点白的，喝点白的啊，好。喝啤的呢？搞点白的，搞点白的，你搞点白的，好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啊，谢谢谢谢。我的杯子，我没有酒杯子啊，有啊有啊，那哦，这个酒杯是我的，那就不给你喝了。有啊，哦，你喝啤的吧？喝杯死了你的，啊，我也想喝点白的。好，喝白的，喝白的。毛不急。对，倒满了啊。这个菜是黑桥。哎，你们来了，我高兴啊。这个，菜是姚叔叔做的。今天晚上菜比较丰盛啊，两个蔬菜，猪蹄啊，我的拉手菜，酸菜鱼，小兄弟做的啊。这个就是大虾。哎，大虾。好，就这样啊，开整。
开干。好玩，你今天我老自己啊。有网红主题。记录生活。嗯。记录生活，每天都要打卡哈。嗯。不容易。你们吃了没有？吃了，我们你看怎么样？好吃啊，好吃，味道好极了。好辣。啊，还好哎。嗯，卤的蛮嫩的。嗯。哦，嫩。你讲好，我味觉好辣。还好，有一点呢。尝尝，哎，乖，尝尝。今天这个费了大概将近一个小时。我给你喝点酒啊。要喝点酒是吧？来来来，吃你的那个。哎，对。那喝点酒，喝喝喝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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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你是我们那个演唱队的吧？演唱队的，老兵合唱团的。哦，对，老兵合唱团。上次我在这个剧组疗养院，他们就在那唱歌。啊，这个不错，点赞。嗯。那个酸菜鱼烧得好。好吃吗？来，接你的。嗯。嗯。你刚尝过了，好吃，尝过了，味道怎么样？棒棒的，我跟你说，我做的酸菜鱼不下于这个四川成都，因为它的工序，嗯，每一步、啊、都是。对啊，你我这里没有砂锅是不行的。没有砂锅不行。哎，没有砂锅不行。影响我发挥的。哎，对，我有砂锅。好、嗯啊，你就你开走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小伙子，嗯，这个好像吃不掉哎，是不是做的不好吃啊？大口吃啊，来，烤一烤一块，烤一块。好吃哦，刚开始嘛。来，姚老弟，我敬你，对我小声点。我这个应该差不多大。来，你不是浓眉嘛？浓眉嘛，可以。可浓眉嘛，浓低嘛。怎么喝嘞？就我先喝。像你搞这么酸菜，要人还多几个人吃才对。哥，这个好吃的呀。一会儿把它吃掉了。干杯！干掉。酸菜鱼啊，就是这个酸菜好吃。我要干一个肥的，这样肥的，看吧，哎，就这个最好。这个猪蹄啊，哎，再配点腌菜，胶原蛋白啊。嗯嗯，老弟，是不是？叫我们啊，行啊，我吃都不停。必须喝点啊，来，必须喝，必须喝，必须。谢谢。不用不用谢谢什么，来来来。Lucky 是他的小狗，这感觉好不好？好，哎，好吧，来来来，干干，来，干，哎，快活啊，快活快活快活，开心开心快乐。朋友都走了啊，今晚酒喝得非常开心啊，猪蹄下剩了两块，明天我要下面条吃。这个酸菜鱼啊，你看还剩这么多，这个酸菜鱼啊，马上拿个袋子把它装起来，把它倒掉，收拾一下啊。今天晚上也是特别的开心啊，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。今天晚上的客人应该你们看我视频应该知道啊，当初我领养小白狼啊，也是在这里领养的，也是这一对母子啊帮助我把白狼抱到我的帐篷营地，然后提供狗链子给我，非常真诚朴实的一个朋友，所以今天晚上在一起啊喝的也特别的开心。那明天我的老婆啊带着我的女儿孙女，我们明天也要到这地方来，特别是我的孙女啊，看到这样的帐篷这么大啊，我的孙女啊小时候啊都是一直跟我露营到处玩，长大了她对这个露营啊不太感兴趣，这次这个帐篷啊她要过来，所以明天啊我要把我营区的卫生啊、帐篷里面的内务啊都要把它整理好，迎接他们过来啊，一家人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啊。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，站一晚嘛，我们明天见。